这两只人其实就是我太猛，太猛。不要那么猴急，我好像有那点，好像是两部戏啊，然后可以这样讲一下。我好像我演的好像是玄天上，你们演车顶上是吧？周渝民谈谈林依晨大尺度床戏 ，NG 演绎自爆，我太猛了。你有一个秘密，我不想瞒你。我只希望我们两个人好好在一起，老是在妥协有什么用呢？搞什么、啊？林依晨、周渝民主演的电影《车顶上的玄天上帝》即将上映，两人将和阮经天陷入一段三角关系，其中宅在周渝民和林依晨还有一段大尺度的激情亲密戏。林依晨还有公厕，然后他们有一场戏的趣事。当下有问题是说，我可以做到哪个地步？我们现在。我们会亲到哪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会避开哪个方，都是他自己用过，所以我觉得他给我蛮大的那个空间，反倒是我自己不会发挥的。对不、啊、对？没有跟老公报备。我看你以后他就知道了。这里面有爆发，比较激情一点的，怎么有五啊？一二三四五嘛，我就忍不住一直接到五，就很可惜。摄影师就说，这里面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太急了，我还是有一点点唯美的感觉，不要那么猴急，不要猴急，有时候觉得这样子。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演太投入了。我好像演的好像是玄天上，你们演车顶上是吧？好看。